你去表演舞台那一看。放大我一下。你是废物。青蛙。最难听。不用关啦，先不用。我们可以一次次检查，再进去看看。哎，我们这个表演者去那边。表演者。太黑了，我就看不到你的肉体。你小心不要把它折断了，折断这里可是都是荧光的哦。你是再次有荧光角的。表情好了结束了吗？